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经典，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写不得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镜头前面是从前的我们，在喝彩，流着泪声嘶力竭。离开也很体面，才没辜负这些年爱的热烈，认真付出的画面，别让执念毁掉了昨天。我爱过你，利落干脆。熟悉的街，主角却换了人演，我哭到哽咽，心再痛就当破茧，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尊重故事结尾，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镜头前面是从前的我们，在喝彩，流着泪声嘶力竭。很体面，才没辜负这些年爱的热烈，认真付出的画面，别让执念回到了昨天。我爱过你，利落干脆，再见不负遇见。Hello， 大家好，我是庞磊欣啊。那就哎，这边有 cue 我 start your performance， 所以要继续唱下去吗？是这个意思吗？等一下，我喝个水好吗？哦，因为我很佩服那些专业歌手，可以一直唱那么多。哦，好。Thank you.
飞，飞过绝望，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我终于好想用心凝望，不害怕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正式在公开场合唱歌，你们还满意吗？什么什么？那就非常谢谢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邀请，下次要再找我来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是有 Facebook 的连线，来看一下大家说什么。Lawrence 说欢迎回来，其实我一直心都在新加坡，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爱新加坡。还有人说好听啊，这应该是我安排好的妆脚吧。Veronica 说，你唱的歌曲很好听哦，谢谢大家，感谢。那这一次是主要是就是庆祝这个国际女人节嘛，那我也特地选了三首歌，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女生不管在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这个环境，什么样的情况下呢，我们都应该互相帮助彼此，所以我觉得这三首歌就是分别也就是不管是面临刚分手，还是说你是跟闺蜜在一起，还是说下一首歌也是一个蛮正能量的歌，那希望大家都要知道，就是女孩们你们不孤单 OK。 我再喝一口水哦。谢谢。在想，也只念在心里回味。
算情，定定被现实来反对，梦是冷去的地，袂开的花。他的爱像一切袒露的烟灰，曾经再热，也只能在风里。再见面，对，就是又献丑了，不好意思。唱得很棒啊，对不对？是吗？是吗？有掌声吗？来，掌声！哦，太热烈了，是，下次一定要再邀请我。绝对绝对，在和你聊天之前呢，要带你认识我的一位同事朱泽亮，他现在人在直播室。嗨，看到了齐佳，看到了 Kate， 你好，你好。哎，我在那个后面的屏幕上，可能看得到我的脸。好帅哦！哎呦，就等这句话。没错，是不是跟你的歌声一样的啊、好听又好看啊、喜欢。你真的很有眼光，真的，真的真的。哎，这次好 ，Kate 是第一次首度
正式献唱是不是？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嘞？我觉得是华族文化中心慧眼，真的没有了。谢谢给我机会，因为我自己其实蛮爱唱歌，但是也有点年久失修，毕竟我也不是专业歌手，平常就是只能用吼小孩来练丹田，有没有？而且我听你唱歌，我觉得可以感受到你的那个内心的不同层面，对，有比较感慨的，还有你唱第二首歌的时候呢，突然间有那种小女孩的 feel 哎。你是常跟你的女儿唱这首歌吗？也没有啦，因为我老公在角落嘛，就他今天有来吗？对，而且这个全世界最好的家翁家婆也在此，对，他们都很支持。是是，当然要来支持一下的哈。哎呦，泽亮，你看多么的幸福，对不对？真的有家人的支持哦，难怪现场唱的这么稳，这么好听。而且我必须得提，最近好像有看到 Kate 接受访问时，据说你是自己有夸自己啦，你觉得唱的比老公好听，是不是？这个我们要问现场的观众朋友，对不对？这比较公平嘛？你们觉得我唱的比陈邦俊好听的，拍手。哦，掌声好热烈哦！怎么会这样啦？不是我说的啦。他在现场这样好吗？我的天哪！没有，老公唱得很好，只是我爱开玩笑。对，老公唱得很好，那你唱得更好。都很好啦。我觉得这个两个人都唱得很好哈，我其实还蛮好奇的，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如果有机会，会不会想跟老公一起同台演出，一起合唱一首歌之类的？老公愿意吗？要不要点个头还是摇个头？欸，看是什么歌啦，因为有时候他会，whatever，他会影响到我。没有，我们俩还蛮常去唱 K， 就两个人去，对，还蛮常的。欸，我知道你们最近有做一个像 podcast 的东西，放在你们的 IG 嘛，下次可以考虑 唱首歌，欸，要不要？你们有看我鼻孔撑大吗？我想一下，我觉得还是等华族文化中心的邀请好了，好不好？我们把最完美的呈现给大家比较好，再来一个 正式的表演。欸，我们聊了这么多，哦，都还没有祝我们的李欣生日快乐。欸，谢谢谢谢。因为3月11号，我们刚好今天庆祝国际三八妇女节嘛，3月8号的时候就是个节日，那么3月11号就是你的生日。对，然后又满40了。对，你看30而立，40不惑嘛。那么你看这次刚好恰逢你生日的月份又来到这里，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年的生日是怎么度过的。今年生日，因为其实我本身是一个不太爱过生日的人，因为总觉得就是不好意思大家帮我庆生，我都会很低调，就在家里面 跟老公吃饭这样子。但我姐就说不行，你40岁一定要大肆庆祝，所以就找了就是亲朋好友，然后去那种你知道台湾那种motel 那种很大型的motel，里面有泳池啊，有 KTV 的，然后就要有仪式感的那种。对，然后就还买了气球，硬要我拿着。你们有看我 IG 的，我还看要我姐逼我拿那个40的气球拍照，然后我就觉得太高调了，这样有点害羞。那老公有送你什么40岁的那个生日礼物吗？老公就是上天送我最好的礼物。哎呦，还送我这么好的父母，哎，还送我孩子，我已经幸福到不行了。咱俩感觉我们不属于这里，来你来了。真的，我怎么这么甜蜜？什么情况嘛？欸，我听人家说好像那个最好生日礼物是再多一个小宝宝，你有考虑一下吗？整个摔在地上嘞。哦，当你没说过好了。太可怕了。好了好了，今天真的是很开心有这个 K 能陪我们唱这么多首好听的歌曲，然后我们也是很期待说什么时候真正能够听到齁，可以考虑啦，就是跟老公一起，要不要一起来唱一首歌，下次有机会一定请你们回来好不好？好啊，谢谢你，那就承您金言咯，等你哦，等你们邀请哦。来，我们大家都在这边作证齁，希望有一天有朝一日呢可以看到这样子非常养眼非常难得的一刻呢在舞台上。今天难得Kate 回来新加坡，好不好？我们给他最热烈的一个掌声，谢谢，还有生日的祝福，谢谢，yeah！ 谢谢在场的，也希望很快的可以履行这一个承诺，谢谢 Kate， 谢谢齐家，谢谢泽亮，谢谢你，谢谢，有请。